冰淇淋店老板吗？今天买冰激凌。那你的冰淇淋呢？在上面。难怪他的耳朵折下来。好可爱呀、哦！你想要介绍这个？来打开吧，打开就有冰淇淋的香味，真的有牛奶冰淇淋的气味，超猛的，好香哦。可以，太可爱了，转的那画面好疗愈哦，小熊维尼。老板，我在做冰淇淋。戴好，戴好，戴好。好了没？压下去。不是。刚刚冰淇淋店太脏了，我们刷新光临。你好，老板。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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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客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客人，我要吃东西了，老板。老板不要夹我耳朵。老板，老板你要认真做生意呀、啊。店里有皮卡丘。老板你有菜单吗？可你菜单。菜单。我要吃什么好呢？看起来都不错哎。那个绿色的跟这个黄色的都很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可以吃了吗？开始可以。皮卡皮卡，我要开动喽！喵喵喵！那我当客人了。好啊。是老板。客人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只跟这个。加我耳朵。加你耳朵。客人，你是来攻击我的吗？把冰淇淋电烂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！被电到了。一个芒果雪露，还有呢，这个。哎呀，你猜我猜呀、啊、你，我东西鼓空空的。哈密瓜雪糕，哈密瓜牛奶，请慢用。哪这么夸张？这里是冰淇淋医院，只要有人搅蛋有冰淇淋，我就把他的搅蛋和冰淇淋拿掉。你在打冰块吧？我是在打冰淇淋。可爱的脚，刚刚老师，今天的冰淇淋店好玩吗？好玩。好，我们冰淇淋店要休息咯。刚刚老师，我们要下课了，下课。喜欢刚刚，记得订阅一秒钟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我跟你对话吗？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皮卡。